哪一个星期哪一个地方，2000年前2000年后，那么不因为时空的改变而改变，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法规则，没有改变的，它叫做法性、法处、法界。那有佛无佛，法性、法处、法界。啊，这里是非佛作，亦非于人作，并不是佛让他这样的，不是佛只是发现他而已，佛是发现他而已，告诉你真理是这样子的。啊，这个西方人有一句话啊，叫做上帝也不能使一加一不等于二，一加一等于二，这个是一个理则啊。从数学上来讲，你说我是上帝，从今以后一加一等于三啊，不，你不能这样讲。就是说，上帝再有力量，人也不能改变啊。所以佛陀再有力量，也不能改变业力，业力也是一个法则，缘起是一个理则啊，业力也是啊。你不能说我是佛，我要改变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很多都是这样哦，他不依法哦，这个佛的力量，持咒念佛可以改变业力，本来要受的罪可以不用受，本来要受的苦可以不用受，本来没有的福报可以给你，可以增加，没有，你没有修，但是单单靠念佛，佛加持你就有，你本来要受苦，你不去解决那个苦因，你只要好好念佛，佛会帮你离苦。这个人本来不能往生的，但是因为你帮他念佛，后来他往生了。一个人不够，找一群人来；一群人不够力，找一群出家人来。那么这样的观念其实不是佛法，就是他没有以法为核心，没有讲到这个法的，就是说法是不能改变的，即使佛来也不能改变，非佛作嘛。也不是其他人可以做的嘛，就是不是其他人可以改变的，业力它也是这样子的啊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不了解佛法，那有一些人听到这样讲就会起烦恼，那念经也不能增加功德，念佛也不能，持咒也不能啊，那么超度也不能，那回向也没有办法，那我不要学了，不是，他并不是。学佛的目的不是要你从佛法念经念佛持咒就可以得到加持，不是，你要了解那个道理，知道它为什么会变得这样，你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它不变那样。就好像你煮饭煮不熟，煮不熟你就没得吃吗？好，那现在告诉你，佛来告诉你，佛是一个觉者，他知道怎么煮饭，告诉你你要放多少水，要放多少底下的火，要多少，要烧多久，烧到什么样的层次，你就不能再烧了，不能再烧了就连你都没有了，烧焦了啊！那你烧不熟也不能吃，烧过头也不能吃，所以他告诉你这个道理，那你知道了，你依照这个方法去，你就可以吃到饭了嘛。那你现在不是啊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太复杂了，太麻烦了，我好好念佛啊，那么佛就会控制这个火，佛就会帮我加水，佛你要走的时候就会帮我灭火，没有这样子的，哪有这样子的，你就变成我念佛持咒啊，那饭熟的时候那个火自动消失啊，那个火不够的时候，念佛的时候火自动加强，哪有这样子的，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概念哦，我们现在念佛持咒诵经都是这种观念哦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们让底下看啊，导师很不容易哦，他在很久以前就把这个道理做出来哦，大部分的人都即使到现在多数的人都还是迷信的哦啊，那个时候不迷信的老师讲很少很少了 啊那很多很多祖师大德其实有一些也迷信，也不是不迷信啊，那但是他们没有那么迷信就是了，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讲迷信啊，就是说他有一些方便啊，让这一些众生有一些方便，比如说啊，前天才有一个人问我说他现在在修这个三茶三二月报经，有一个三茶木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学佛的时候就有了，35年前就有了，那个时候好像是啊，
因为最早是偶益大师都在用这个山茶法啊，然后再查自己的是不是有没有清净啊。啊，那么最近有一个居士问我说，他现在在修这个山茶木人，他每次都用山茶木人来看自己还有多少善业多少恶业。那么我说，他说修这个可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我是跟他说，它是一个方便法，但你不要常修，它就是一个外道法。印度都没有这样子的啊。那你经常用这个方法很容易，因为你就是期待外力嘛，那很容易后来受到鬼神的就是介入了啊，我们就作祟，因为你就是祈求嘛。那么祈求向外祈求，它一定有外力的部分，它一定有这一部分。那这一部分要看你的因缘啊。那有时候天神来就好一点，鬼神来你就惨一点啊。真的这种东西是这样、哦、啊。那你说你要看你有多少善恶业，要靠那个木头告诉你吗？不需要，你自己观察你自己就知道了、啊。你有什么善业，有什么恶业，你不需要啊，就观察这个木头。哦，这善法，我现在是布施业比较多。哦，我现在嗔恨心比较强，需要木头来告诉你吗？不是嘛？你看你看到境界，你起嗔恨心，你就知道你的嗔恨心强到哪里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那你有没有减少？看你每次同样的境界来，你的嗔恨心有没有减少，就知道了吗？你哪里还要需要念经念完了，然后拜佛拜完了，然后靠那个木头去告诉你，需要吗？不需要啊，啊。所以这种如果你祈求习惯了，你不祈求你变成会不相信自己，不习惯依智慧来判断，而是习惯别人来告诉你，也许是神，也许是人，也许是鬼来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对这样做不对，而不是依法依智慧去理解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，我做到了怎么样啊。所以这种你很明显的就是他习惯用，如果你习惯用这样的方法，那因为有一些祖师大德他也这样用啊，你像偶益大师他也这样用啊，后来像孟参老和尚，他好像早期他也是有，因为他也是有弘扬地藏三经的嘛，啊，三茶三茶业报经，地藏三经里面的一个嘛，所以有一些人就很相信啊，认为那这些大德都这么说了啊，那肯定是不会错的嘛，啊，就好像啊，宣化上人很肯定楞严咒啊，楞严咒多真奥多真奥可以降魔，那么好好念楞严咒啊，那么大的可以开悟，那么最差也可以降魔啊，不会有魔障，真的这样吗？啊，那其实这个都是靠外力啊，那真正降魔的不是怎么做，是智慧，是智慧，智慧。佛法佛陀就说了，你不能靠一句咒两句咒三句咒就可以离苦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，那是不可能啊。那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人他对，当然这个又牵涉到很复杂的问题啊，那他们也都有修行是没有错，也都有力量是没有错啊。那你要知道六世外道也很有修行哦，也很有力量哦，他们也有神通哦，神通都抵不过业力啊啊，那也不能就神通就能改变什么，不行的啊。所以佛法讲改变一定要从因上改，绝对不是外力破坏的，不可能啊。那因为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，他习惯了我有问题找佛，那么我念佛供养佛啊，那么佛帮我解决，不是，佛从来不帮人解决问题，佛告诉你这是什么问题，是什么原因造成，你必须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是彻底被解决，他是这样说的啊。后来我们就没有吗啊，就诵经念佛持咒同一个概念，诵经念佛持咒同一个概念，诵完经这本普门品观世音菩萨讲的，观世音菩萨要替我负责，我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普门品里面说的，我念他的名号求难得难求你得你，你要负责
啊，我念这个大悲咒，观音菩萨说的啊，我念的观音菩萨要负责。反正就是你念这个经，念这个名号，念这个咒语，那么你就祈求这个菩萨，这个菩萨替你做主，为你负责，给你加持。这样的观念不是佛法的观念啊，这样的观念是外道的观念。可是现在啊，我看啊，真的啊，你们我不知道了啊，但是多数的人，十个至少有八个都还这样，真的很难改过来啊。因为改过来凡事都要自己做，辛苦啊。那么总算是有人替我多少做一点，甚至都替我做，我负责供养他就好了，我负责礼拜他就好了，多简单啊。没有这种事啊。我觉得佛教徒真的啊，要好好读佛法概论，要醒过来了，要不然啊，一辈子啊学习佛法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。他说依佛的法而引申其意义，又得两个解说，一个叫做诸佛常法啊，第二个就是入佛法相。好，那先来看第一个，法是本来如此的，就是前面讲的啊，有本然性啊，那有普遍性啊，有恒常性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。佛是创觉世间实相者的尊称，实相就是真理，如实相，真实相啊。那么其实就是真理，真理是不会改变的，不会因谁改变，不会因为时空改变。所以我们常常末法的观念，其实就是没有法的，就是不符合这样的观念。真理以及证真理的方法，这两个是不会改变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末法观念就改变了哦，就不是这样了哦，啊，就是说真理这样就是这样，谁要觉悟都必须见了这个真理。那么这个教法也是真的啊，你依这个教法，你只要如实依这个教法修行，你就能够见这个真理。它也是不论时间，不是说2000年前可以，2000年后就不能，不是说印度人可以，中国人就不能，中国人可以，台湾人就不能，不是这样，那个就没有普遍性嘛，它没有普遍性啊，它不是有三个性吗？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它恒常性、普遍性、本然性，它一直是这样，它本来是这样，它到处都这样。所以2000年前跟2000年后，它不会，因为2000年后这个教法可以证真理，2000年前可以，佛陀时代可以，佛陀灭后2000年末法了，这个教法就不能证真理了。那这样是违反这个理则啊，它不可能这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教法证悟真理的方法，其实就是八正道嘛。我们讲了，或是戒定慧啊，不管。其实就是依八正道可以入涅槃，唯一的道路。那么这个它依然具有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。不管你是在2000年，它本来就这样，它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让它这样的，不是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。那你说佛佛道统哦，等一下会讲哦，佛佛道统。那你说释迦牟尼佛依八正道得解脱，阿弥陀佛比较伟大，不用，他一念佛名号就可以解脱，那这样就改变了哦，是不是？他就没有本然心了吗？释迦阿弥陀佛功德比较大，愿力比较强，所以他不要依八正道，不用，他只要一心念佛就可以解脱。那这样是不是改变了？那这样就不符合法的原则哦，规则哦。所以他有什么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这个教法，这个佛的法嘛，都在佛法里面嘛。那佛法本来就有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包括这个真理所证的真理跟证真理的方法，佛所证的真理以及证真理的方法，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啊。那不会因为佛的不同而改变，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因为这样成佛的啊，他见的道理就是这样啊。
所以这个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哦，啊，我们再往底下看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法是本来如此的，佛是创觉世间实相的尊称，啊，就是真理了，实相就是真理，如实相，如实知，如实见。那么谁能创觉此常片的规律？啊，常就是一直是这样，本来是这样，片就是普遍是这样，啊，这是法性法处。那规律啊，规就是常啊，那律就是原则啊，就是他这种理，他这种理则啊，常片的理则，谁就是佛啊，不论是过去的、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啊，有一样啊，药师佛也这样，阿处佛也这样。释迦牟尼佛这样，就是阿弥陀佛也这样。你不能说阿弥陀佛愿力比较强，所以不用修八圣道。没有啊，你不看，你没有看那个阿弥陀经里面，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天天都怎么样？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，还不是一样啊？天天都念佛念法念僧，还不是一样？所以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，一切佛始终是佛佛道统，这个道就是中道，这个道就是八正道，也就是苦集灭道的道。释迦佛的法与一切佛的法平等平等。现在很多人没有释迦佛的这个法啊，那么比较烈啊，阿弥陀佛的法比较强，法身佛、毗卢遮那佛的法更强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你就误会佛法了啊！真的啊，这个要把这个佛法概论前面这个序言哦读上一千遍啊，看有没有比较深刻一点啊。其实是佛佛道统的，而且是平等平等，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成佛的，所以所见得的真理都一样啊。第二个叫做入佛法相，啊，那么名为佛法，就是佛法，就是两个，一个叫做诸佛常法，一个叫入佛法相。简单讲，就是佛所证的真理，跟佛告诉我们证真理的方法。啊，其实就这样。那法是常片的，因佛的创建而称之为佛法。佛弟子依佛觉证而流出的教法去修行。佛没有讲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就是佛一个人爬到山上，那么他从山上再往下看，他就告诉你走到这个山上有几条路，他就知道了啊。也许有些路是他没走过，但是他就告诉你是哪一条，但是都要从哪里开始走，就是他的原则都是要走那一条路。那也许有许多不同的方式，但是他一定都是那一条路而已啊。那所以你看他这里就类似像这样啊，佛爬到最高的山上了，那告诉你，因为他走过了，他实际上是走过来的，啊，此事苦，汝应知；此事苦，我已知；此事集，汝应断；此事集，我已断。啊，那么此事道，汝应修；此事道，我已修；此事灭，汝应证；此事灭，我应证。啊，知苦。断集正面修道啊，那么这个是他的方法，他说告诉你，我是这样修过来的，你也必须要这样修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教法啊，所以我们刚才讲所证的真理及证真理的方法，通常我们叫它的教法啊，所以有时候叫佛教，佛教佛的教法。那么依这个教法而修行聚集在一起的叫做教团啊，那我们叫做僧团。那同样觉证佛所觉证的，传布佛所传布的，在佛法的流行中啊，就是佛弟子依佛所说觉悟到这个法啊，然后再跟佛一样去说这个法。比如说舍利佛、目犍连，舍利佛，我们比如说简单先讲说这个马胜比丘啊，五比丘之一，他这个证了这个阿罗汉之后，他去说法，然后遇到了舍利佛，跟舍利佛讲缘起法，
马上比丘的缘起法，他见到缘起法是依释迦佛跟他说，他才见到缘起法，见到这个真理，见到这个真理，比如说缘起啊，缘起四谛中道无我，他见到这个真理，真，比如说我们讲缘起啊，那这个缘起之后，他见到舍利佛，跟舍利佛说，这舍利佛问他嘛，你是归，你是依止谁？因为他看他威仪很好啊，那你是依止谁？那你师父都跟你讲些什么？说你的师父是谁啦？你师父都说些什么？印度人见面通常都问这个，因为他们重传承啊，你的传承不对，他就觉得你再怎么厉害也没有用啊。那舍利那个马上比丘就跟他讲，他就讲核心啊，那他的师父是释迦牟尼，那他说的法很多很深奥，我都跟你讲最重要的，大概就最重要的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就讲这样而已。舍利佛就证果了，就见缘起了，啊，就见缘起。当然他过去他已经修很久了，他是见缘起。那么舍利佛见缘起之后，马上去跟目犍连说，都还没见到佛，都还没见到佛。可是见法即见佛，见佛还不一定见法哦，但见法即见佛。啊，那么继续跟目犍连说，目犍连还没看到舍利佛，还没跟他讲，他单单看到舍利佛的脸色都不一样。他就知道舍利佛一定得到东西。那舍利佛看到马胜比丘的威仪不一样，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东西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个观察很微细啊，观察很微细。那么，这个舍利佛都还没开口，目犍连就跟他讲：“你是不是得了什么？”啊，他说：“这个舍利佛就说是，就跟他讲缘起。”目犍连当下也见缘起，好，我每次听到讲这个我都很羡慕啊，为什么我讲这么久我都没有看到啊，看到什么影子啊，但是也有啦，就是稍微我们要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深刻啊，就过去要累积啊，要常常累积，常常依缘起去想，一起想啊，我们还好，我们还知道缘起，很多人根本就不管这个东西啊。好，那之后两个人一起来跟佛陀出家，证了阿罗汉，目犍连七天，舍利佛十五天，证了阿罗汉之后，就去跟人家讲缘起。你看就是这样，告诉人家怎么见缘起。那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，有些人要先让他进入信心，有些人要让他先持戒，有些人要先让他怎么样啊？就好像说啊，你只要走这条路，走到哪里，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一朵花啊，就是像这样。可是这个人全身都没有力，他走不到一百步。他就走不下去了，所以要先训练他的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人食物带不够，走到那边要五天，他只有带一天的粮食，不行，要先他叫他怎么样？先累积粮食，累积五天的粮食才可以啊。所以方法就不一样，所以后来就演变成非常非常的多。啊，那就是因为后来每个人，如果每个人来的根基都一样，就像舍利佛、目犍连这样，那就简单了。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，来的人不一样啊，有的不良于行的，走路走不对的，有的走路不会走的，有的方向你告诉他往南方一起走，他偏往北方走，所以要相当啊，先让他确认什么是南方，什么是北方，啊，那走到那边要五天，他只有一天的粮食，他这个脚的力量只能够走一天，啊，那个地方有蚊子，他叮到他就会肿，所以要先让他免疫力增强，蚊子叮到不会肿，不然就走不下去，啊，就是有非常多的状况了。所以后来为什么教法会那么多，其实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的状况嘛。那有些人啊，我不要到那里，我只要到哪里就好了，所以才后来才有所谓的五乘佛法啊，其实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本来的教法很简单，就是怎么解脱而已，后来就不是了啊，而且变成我们说的五乘佛法啊。那五乘佛法又有各种不同的，所以以前的佛陀时代，你要来出家就开始修行了，后来就不是了。后来出家要先等几个月，要先等几个月哦。啊，你如果是外道来的，那个邪见太重了啊，那不行啊。然后再慢慢，然后以前来说出家就出家，头剃了啊，那么自己把头剃了，袈裟披着就出家了。后来不是还要三师七证才证明你出家哦？那都啊还要问遮难啊，以前没有的，以前来出家就出家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因为。众生的根基不一样，法是没有变的哦，法是没有变的。好，好。
那么这些都是凡夫。那凡夫也听了佛法之后，他也会去讲啊，他是讲的其实不一定是佛法啊，就是他理解啊，他也如果是外道的，他会带外道的思想。所以后来出家外道是需要都要先观察六个月啊，看你这个思想有没有改变，不然你自己讲说哦，我是佛教徒，这个我是从佛法，我这个佛陀那边来写的，结果你讲的是参加了你加了你自己的东西的啊，根本佛陀就没有这样说啊。那一般的百姓平民也，他虽然没有外道思想啊，但是他们那个一般民间的观念世俗宗教的啊，那么他也有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。那圣者里面有分有学无学啊，那无学的阿罗汉讲的当然是肯定没有错，但有学的他见真理的大概也不会错到哪里啊，就是他那个核心的部分不会错，那那个细的部分可能容许有一些偏差啊，但也不会错到哪里去啊。那正出国的是非常多的哦，有学是出国二国三国，很多在家里都正出国二国三国，天人也有啊啊，你要知道那佛弟子里面正出国二国的也是很多啊啊。好，所以啊，所以他这里佛弟子所弘布的是否佛法，在乎他是契是否契合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质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在弘法的这么多，不管在家出家，你就会发现这些人讲的真的是佛法吗？我每次看到那个水陆法会啊，我都很感叹。你看到那个水陆法会一进去就很震撼，什么叫很震撼？两边那个坛场里面先不要看，先看坛场外面，两边就一定有五匹马、十匹马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参加过的十匹马？然后这个马，这个紫马上面还有草哦，还给它吃草哦，啊！然后你后来修行的功德就要靠这一些紫人紫马是使者，然后上去报给佛陀知道的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啊，我说现在没有人骑马了，现在都开飞机了，啊，现在真的有人烧飞机的呢，有人烧飞机的，啊，那你说那应该用手机的，你用手机传简讯不就更快？啊，烧个手机给他 ，iPhone 的手机给他就好了，啊，让佛陀也有一只，我们有一只，然后直接传简讯，多少人在这里修了多少功德不就好了？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有，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佛法，啊，不是佛法。那就很奇怪了，啊，那参加那个法会哦，啊，这个人生病死的，还要煎一壶药，啊，这个鬼因这个病死的就要用药，啊，那你也不看那个鬼是用什么病死的，你还要煎他一样的药呢，是不是？那糖尿病死的你要给他胰岛素啊，是不是？高血压死的你要给他高血压的药啊，降血压的药啊，啊，那你不是啊，反正生病死的就有一壶药。然后这个药就可以让他做鬼不再生病，这个是佛法吗？肯定不是吗？啊，那但是很多人相信这个就是佛法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也没办法。所以那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正见，所以才会相信那种像庙堂啊、庙天啊、如圣宴啊，他们就觉得哇，佛法，而且那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呢，中产阶级的呢，也很奇怪。所以不一定有知识就有智慧了，不一定你书读得多啊，佛教看得多你就有智慧，不是。就算是当时你是跟佛出家的，我告诉你，你都不一定是契合于佛法的，啊，何况现在这么复杂。那很多人其实是很冤枉啊，老实讲啊，很虔诚也发心啊，但是那个种子哦，下到不对的田里面哦，那就是长不出什么果实来啊，就没办法啊。那这个有时候也跟他过去的缘有关系的，所以我常常觉得，我们这一代哦，一定要坚持正见。你如果没有坚持正见，哎，你就是参加那一些啊，比如说你喜欢参加水路了，我们只是举例，你喜欢参加水路，那觉得你的祖先你要超度啊，这么那么殊胜。啊，像现在南传北传藏传都合在一起超度了啊，那南传都没有这种超度法，但是也来加了一个坛啊，那我就觉得很殊胜。你要知道你这辈子这样观念你觉得无妨，那这辈子就跟这些人结缘，
这辈子就修这个法，一直到你死后，你再来的时候，你会遇见哪些人？你会对哪些法听起来相似、摄受？哎，跟你上辈子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你前辈子为什么看，你这辈子看这个人特别顺眼？是因为你前辈子都常常跟他在一起嘛，麻吉麻吉的嘛。那你这辈子为什么看到这个法很相应？哎，你前辈子都常常这样修啊。你不要以为没关系，有关系。你来的时候是带着你过去的习惯、心念跟因缘来，业力来。你走的时候还是带着这些走，那么下辈子你就容易遇见这样的人，遇见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法你就会喜欢，你就会修学，就这样邪见增上。你以为没关系哦，我告诉你，关系可大了。你为了以后要生在有正见的地方，容易跟正见相应，容易像舍利佛这样听到缘起法一下子就契入，你必须现在就要很努力的怎么样思维缘起法。你如果现在就是重感应，哪里有感应你就哪里去，哪里有感应你就相信，都是靠外力，以后你就会生在一个讲感应的地方，你会遇见讲感应的人，你偶尔身上会发生感应的事，你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感应。虽然也学佛，但学的不是佛，虽然也修法，修的不是佛法，你自以为是，其实不是。感应也一样，有外道都有感应啊，怎么会没有感应？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啊，可是你离佛法越远，越精进，离佛法越远。可不可惜？可惜啊。可不可怜？可怜啊。可不可悲？可悲啊。所以我们这一次修学一定要从佛法上坚持，我们不要去跟，就好像你皈依佛，终不皈依外道邪众。皈依法，终不皈依外道邪众，就是说我们不去跟他结缘，我们也不造那个业，我们不起那个念，我们不欢喜，我们不排斥，但不欢喜，就说我不认同你，但我也不会排斥你，因为那是你的因缘嘛，啊，你的因缘就在这里啊。那你修这个，你信基督教，你要信谁信谁，我不否定你，我也不排斥你，但我不随喜，我不随喜啊，我也不肯定，但是我不回报你，我不排斥你，我不否定你，但我不跟你随喜，我不随顺，我不随喜。那这样久了久了，因为你的心都在正见上，都在正法上，你就算什么时候走，你以后，因为佛法是讲缘起的嘛，有因有缘嘛，依你的业，依你的缘，你会生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样的人，遇见什么样的法，你会欢喜相去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为什么你会生在邪见边地，有恶因恶缘？因为你以前都是邪见相应嘛，你以前都是邪法相应吗？你要怪谁？你以前都不好好思维佛法的道理吗？你只是啊讲感应吗？念佛、念经、念咒，你就要求感应吗？所以导致你的头脑没有思维佛法这一块吗？以后看见经典，看见就想睡觉。怎么读？人家一读就知道，你这么读就是读不懂。明明是这个意思，你也可以想到那个意思去。为什么？啊，你以前就是不中这个的啊，没有思，那个心没有思考法的那个力量，没有那个思考的习惯啊。文是文，不会如理思维啊，以导致于你听是喜欢听，可是就是怎么听听不懂。谁造成的？那你自己造成的啊。那你这个就是缘起啊，现在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你要坚持在正法上学习，而不是啊，那你说那我两边都做，我告诉你，
你从求感应这一边就有求感应的因缘，真的，真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努力学，努力从正法上去努力，就是从正法上去努力，而不是要讲究与法相应，闻思修正要从这个次第，不是只是知道哦哪一个佛愿力最大，哪一个菩萨最感应，啊，然后我们就念哪一本经功德最大。哪一个菩萨最慈悲啊？哪一个佛愿力最大，我们就念那个佛那个菩萨那部经，不是啊。你如果还有这样的思想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算修一辈子，修得越久，你跟外道相应的越多，你的智慧门闭得越厚，越不能成就啊。所以这个记忆是很重要的哦。现在的人不知道啊，就喜欢赶集呀，啊，热闹了，然后觉得啊，这个诵经啊、诵咒啦、念佛啦，然后就殊胜。然后当你专心的时候，当然也有感应了，啊，但真正的感应是你明白道理，相应不是感应，一定是自利的，不是他利的啊，这个一定是要很清楚。要不然你下辈子再来，我告诉你，你会遇见什么人，你是什么状态，会遇见什么人，会喜欢什么事，跟你这一辈子是相续的哦。啊，我们走的时候，因业、因习惯、因心念，我们来的时候带着上辈子、前辈子的业、习惯跟心念，然后因为你这一些导致你的缘。那么你会遇见什么人，哪一些人会对你产生比较大的影响，那是因为你上辈子就影响他，受他影响，你就欢喜啊，那所以你就跟这些人结缘啊，那你就在这些法里面深入，这辈子你就是比如说你就信妙禅的，因为信了妙禅之后你的生意变好，你的身体变好，哇，啊，你就觉得这个妙禅有法力啊，那你就天天在那边感恩师父、赞叹师父，啊，然后你就是供养他车、供养他什么啊？你未来庙禅会不会再来？会。你会不会再来？会。会不会遇见？会。你遇见了他会不会喜欢他？会。看一看，你看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你难得学习佛法了，啊，结果到头来学的还不是佛法。那所以应该要好好的思维这个道理啊，啊，就是真的要以法为本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啊。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佛法，要跟他契合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质啊。那教法我们说过了啊，就是他是证真理的方法，就是教法。那真理是什么？你一定要先确认，怎么样证得这个真理？佛说的真理是什么？那真理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三法印啊，或是缘起。我们说缘起中道四谛无我啊，那可以就三个原则啊，无我是由无常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那么由无我得涅槃极境，得解脱啊。所以应严格的贯彻，要严格就是坚持啊。那如果要参加，就参加那一种比较正见的法会。你常常靠那些鬼神啊，所以你说我们说啊，刚才说有一个居士，他修那个丹塔木的，他说啊，这个可不可以修？也不是不能修，但是你常常修，你习惯靠这个，你有没有亲近要靠那个木头跟你讲啊？就好像我们宝贝赶快嘛啊，我可不可以修这个法？宝贝，观音菩萨说可以，那可以啦。啊，就像我说过，我以前有遇见一个法师，他出家之后他很苦恼，他想还俗，他也不知道要不要还俗，还俗后会不会好，他又不好意思跑到佛教的庙里面去问，跑到道教的庙里面问，哦，那我是继续出家好还是还俗好？还要去问，那道教里面也有观音菩萨。那也不好问其他人，问观世音菩萨。那有一个法师要盖庙，然后他也不知道
在这个地方盖庙好不好？所以他就去庙里面抽签，问神看看，这个在这个地方盖这个庙好不好？抽签，神跟他讲可以，啊，上方签，啊，盖庙盖了。我告诉你，包括众生养成习惯算命，算命、抽签、卜卦、问神、问佛，我告诉你，最好不要养成这个习惯。一养成习惯了，不感应还好，一感应你就惨了。你要依赖他一辈子啊！本来是大事才问，后来小事也不安心，也要问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这样哦。不要养成这种习惯，这种完全是没有智慧的习惯。所以凡事依智慧、冷静、观察、分析，然后下决定，就算错误没关系。为什么？你知道错在哪里。你问神的就算对了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，因为神说对，对不对？那么错了你也不敢怪神，你就去问另外一个神就是了。这个不灵也是问另外一个，你永远没完没了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那很多佛教徒都这样啊，啊，很糟糕。所以你一定要依佛法的，这佛法告诉你，你苦集灭道就是你有问题，找出那个问题的原因。那个问题不容易找出来，那是因为你不够冷静，你的经验太少，或是你分析的不够多，不够有智慧。学习就好了，不断的累积，智慧是累积来的。那不断冷静的，就是定跟慧嘛，啊，冷静的观察，仔细的分析，然后正确的下决定，就算错误，你也会知道错在哪里。下次因为我上次做过这个决定不对，所以就是你下次上次做的那个判断错误了，所以知道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是错的，所以你离正确的就越来越近。那么有一次这个就对了，那么就它就是对了，它不会错。可是问神的就不一定哦，问神的不一定哦。这一次对不保证下一次也会对哦，啊，所以学习佛法的人一定不可以，我们说还是要以法，不管你的对象是佛，是阿弥陀佛，是药师佛，是地藏王菩萨，是观音菩萨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这个观念都是鬼神相应，都是鬼神相应，真的。好一点的是天神，差一点的就是鬼神。那不要养成这种习惯，这个是佛陀在一教经里面也是再三教诫的，啊，你们都不把它当一回事，啊，以后就是贻误自己而已，耽误自己而已，啊，好不容易得人生来修行闻佛法了，啊，结果糟蹋了佛法，浪费了佛法，浪费了人生，糟蹋了佛法，就可惜啊，可惜。所以佛陀常常讲可怜悯，啊，也不能讲你什么，你也不是可恶，你就是可怜，啊，那不要让自己成为佛法中可怜的人。那一些没有学习佛法的，他就没有学习，当然得不到佛法的利益。你已经学习佛法了还得不到佛法的利益，你比他们还可怜，比外道还可怜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所以他这里讲，啊，严格的贯彻这一个见地，啊，所以要正见真章，就是要这样，你要坚持你所学的佛法，我要坚持走正确的路，就算这样对我有好处，我也不要这样做。就好像梁武帝发了愿，即使我因为学佛而痛苦，我都要学佛，即使我因为不学佛而升天享乐，我都不会学道教，学其他的宗教。就算学这个宗教会让我升天享乐，学佛会让我痛苦，我都要学佛。但是真正学佛不会让你痛苦，你要有这个见地啊，要有这个决心啊，